男单小组的主冠的冠军是欧宇，亚军是黄昌宪，季军是房成章。那如果现在目前没有比赛的话，可以先到舞台这边先做领奖。 刚才的，四、四、三。
上官宁跟帕尼亚，阿娜，上官宁帕，他们是领那个什么？第一局由林振哲获胜。